此次验收顺利通过，标志着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具备全县挡水条件，可抵挡100年一遇洪水。待今年工程二期下闸蓄水验收完成后，大藤峡工程将具备1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，将开始全面发挥珠江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保障作用。